那军衔确实还蛮多，有一辆炮车，看一下潘森这边的怎么选择。先给点燃，一技能拉下，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先交一个闪现，回这里再一个 Q 技能，说不定就能收下，还差一点点 Q。最后闪还留着。这边交 DP， 这边小东北是一个两毫米 TP 到上路，这边要越一技能闪现躲掉 Q 的这个位置，应该是死不掉了，但反而是微微这里有一点点危险，被一技能锤起来，约定波拿下了双 buff， 提升一点保护。我们看一下上路这一波，因为塔下兵并不多，所以小东北是走到一半直接踢过来保兵，但是 Q 的也是比较冷静吧，先用恶火树林控住了奥拉夫，然后再自己闪现躲掉这一波。这个时候眼草里的视野刚刚消失了，所以现在潘森的位置他们应该是不知道的。奥拉夫在后面蹲着，这个位置扫一下，扫到对面有一个人，这边想要动一下 Chance 国东打一个蓄意轰拳，这样盾已经消失了， Chance 这个位置应该走不掉，但是一技能拉了三个，不过回头这边加伟是用自己平 A 收下了沙米拉的人头，这边畅所谓又一个冠军长矛，这边奎又是同，因为主动权应该是在老干爹这边嘛，哎，直接飞了。大黄星云落下来想找狼行，但是狼行交个闪现，同时拉开了恶火初恋，回头教阳撞一下，撞到是剑魔，剑魔这还有大招的，这个并没有第一时间开，达米晚开出来一个斧头减速一下，要去杀 Q 的 ，Q 的这个位置能走吗？交一个闪现，拉开距离 ，Billy Boy。这边英雄登场下来，给了一个魔法护盾，一技能赤血冲锋，狼行是阻止了对面 Uniboy 的追击。TP Guard 的这一个二连也是被对面的闪现给躲掉，回头嘲讽有两个，这波锤收到 TP Guard 的 ，TP Guard 这一波是没有大招的，先交了闪现拉开身位，但是狼行这个位置感觉走不掉了，上面挂了一个引燃，蓄意轰拳轰一下，还是最后一丝血走掉了。好肉呀，选择对，哎，嘲讽住，小东北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下来的位置是被守住了，但是回头推。双方互换一波技能，一技能冲过来，大黄信宇下来这个位置坐住，但是 PP Guard 这里应该是想要控制一下潘森被定在原地，自己有感觉有点难走了，自己是没有闪现的。微微，我觉得还是要撤吧，因为牛头这边已经在绕了。哎，这边找一个机会，但是开了一个 W， 开了一个风旋帮忙挡一下伤害，这边顶回来，顶的是一个万豪 W 能不能开出来？蓄意红拳开出了一个护盾。英雄登场下来之后，这边是收掉牛头的一个人头，同时旁边加伟又是一把偏收一个 W 技能收下了一个辛德拉。现在只剩下这边沙米拉一个人，那一个人怎么打三个人？当时已经过了，哇，卡莎呢这边拿到一个四杀，也很好。刚刚这一波，就第一时间打完完全可以走，但是 Bigard 这边选择去开一个万豪，而万豪自己因为开出 W 拖到队友回支援，被迫四杀。艾卡加暴雨以及 W。虚空锁敌收下对手，而且第一时间为了跟进输出，他们也是看到了这波卡莎是不在对面的，这波要打其实是威武的一个机会，因为现在老跟内的 AD 并不在，如果这个时候打的话，老跟内最肥的点不在，是威武。哎，潘森这边跳飞，但是这个位置，不过可能对于他们来说，好消息就是老干爹这边 AP 伤害并不是很多。Uniboy 踢到后面这个位置，感觉火箭要带，超不到两个人。同时潘森落下来，旁边狼心叫了个羊，但撞的位置撞的并不是特别好，只撞到了一个。同时旁边加里奥落大招下来，卡扎落飞到后排进行一个没有阻挡的输出，一直往前平 A， 这个位置感觉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挡，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挡老干爹了。加里奥这边闪现跟，结果被打断了。卡莎这边拿了一个三杀，对面还剩下一个上浮两个人，应该是大龙拿完之后，老干爹可以通过边带去给压力。而且大家看看这波 PPGuard 过来，但是龙已经打完了，老干爹差点钱回去补一补，复活甲是有可能的。Uniboy 这波火箭腰带加速，是这一波盘森也是落下来，给了很大一波伤害。虽然奎的血量下得很低，但是这边没有关系，正面团战已经是能赢的。奥恩没有什么大的角度，他这个大招没有搭到人，而且确实是坦度真的足够，就我们看到狼行非常非常坦，但是输出确实是不太高的。对 Mika 的位置上半区壮阳这个位置是找到了 Q 的，但 Q 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死不掉的，因为自己还是非常肉的。旁边潘森洛大下来，大黄星云这个位置找谁？先举一个E技能保护一下自己。卡莎飞进场，加伟这个位置有点拖大，开一个水银时代，但没有关系。这边一发平 A 收掉了奥拉夫的人头，而且旁边 Uniboy 是开大招保护了他。上路这边兵线已经清完了，上路这个高地塔应该有机会推掉的。狼这边来手，但直接被做了，不过伤害并不是
很痛打在他身上，就万豪进来抱一个牛，牛这边直接下来了，卡尔这边在打后排，怎么一枪直接把辛德拉打成了残血，牛 DJ 已经倒了，萨米拉开一个大招，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办法打出更多伤害了。这边加疗回来带又是收掉了对手，如果现在在扛塔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把身位拉开，带着兵线就可以一波结束比赛了。两路齐推，两路的兵线，辛德拉跟奥拉夫还有奥恩三个人该怎么防守？感觉真的不太好守呀。哎，这个推是推三推的不错，但是自己没有太多的输出可以跟上了。又跟一撞下了两个人，但是狼心真的扛得住吗？并不能扛住，只留小东北一个人，大招推出去，有一个E技能，但是并不能阻止对面偷家推家。我们恭喜老干爹获得BO3的第一局胜利。哇，恭喜老干爹。